闷咩？本书少少，我觉得几好睇啊！我中意呢个《The Third Thing That Killed My Father》of 嘅故事。讲咩噶？我书嚟噶，你唔知啊？未睇到。是讲一个叫做 Dummy 的人养鱼的故事。Dummy 有个老婆，成日都被人说他在外面勾三搭四，但 Dummy 好像不介意咁，好专心在他屋企后院的池塘度养了一大池的鲈鱼。他用了毕生的积蓄围起了围栏，保护起啲鲈鱼。之后有一次，一个大水灾就冲烂晒啲围栏，仲冲走晒啲鱼。过咗几日，有人喺池塘入面发现咗两条尸体，一条系德面老婆，另一条就系德面。几好啊！养紧咩啊？德美嘅老婆。咁影唔影到啊？未影到。喂？系啊，同朋友影紧星星。唔使买咩礼物俾阿妈啦，佢想见下你啫嘛。唔倾住啦，同朋友一齐，迟啲再打俾你啦。嗯，好啦，拜拜。女朋友。嗯。一齐咗几耐？差唔多三年。好有爱啊，个画面。嗯，笑得好甜嘅，坚定啲啊，眼神系，可以望下 camera 啊，呢边呢边，系啦系啦，望实，嗯，非常之好，谂下你哋嘅婚礼，系啊，笑得好甜啊，做咩啊？潘嘉玲，你要咁做咧，就唔好露出马脚啦。咩啊？你懶神秘咁啊，自己走咗去 book 間温泉旅館啊，但系 Jerry 先就 send 咗過嚟公司 email 度咯。唔得啊，你嘅 surprise fail 咗啊，唔合格啊。我嚟幫手執嘢啦，今晚要再阿爸媽食飯。嗯。嚟。嗯。食多啲，食多啲。唔該 ，Auntie， 嗯，好多啦。Auntie 煮餸真係好食。做咗廿幾年師奶啊，冇嘢叻，除咗煮餸。下次你早啲上嚟，我教你兩招啊！第時煮俾嘉玲食。嗯，好啊，咁我多啲上嚟黐餐。嗯嗯 ，Auntie 食啊。唔該。Uncle 今晚咁夜嘅？佢啊，佢學人寫書喎。今晚去咗寫嘢，要夜啲翻。嗯。你真係覺得佢食緊嘢？今晚一早話咗約咗阿瑤食飯，突然間又話唔翻。食飯食飯，嚟食飯。啊，唔該 ，Auntie。啊 ，Auntie 啊，嚟緊咧，我哋會去日本旅行啊，有冇啲咩想買啊？嗯，買啲綠茶翻嚟都好喎。你中意綠茶咩？做咩成日整芥蘭啊？你要中意食芥蘭咩？就算你煮咗佢中意食嘅餸，佢又翻嚟食咩？食飯，食飯啊！你點解成日都唔剃鬚啊？太忙。
不如我哋都去出去食飯先。嚇咁早？我陣間上去煮俾你食啦。哦，我今日 lunch time 冇食飯啊，去咗見學生。你咁樣好傷胃噶。咁如果我搬去同你住，咁我可以又整飯俾你食咯。咁到時咧，我諗要騰空半個衣櫃俾我先得啦。如果唔係，我冇位啦。嚇！我哋邊有位擺？以前是教我英文的老師。你們怎麼一起的？寫東西。寫東西？以前逢星期一呢都要交一篇 journal 給他，我們就在那篇 journal 上面寫東西。關於什麼？在這裡聊聊。例如呢，有一次我在上面写，我想看你留宿，如果下个星期一就真的见到他留宿，我觉得你留宿好看。你留宿不好看了，你覺得 Dummy 為什麼要起啲圍欄嚟圍住啲魚？可能覺得啲魚係佢唯一擁有嘅嘢，所以好保護。喂，開咗你嗎？做咩？做咩一碌木咁样企喺度？我帮你啊！唔使啦，我帮你洗菜。你咪搞乱我啲嘢啦！真系唔使。唔使啦，你污糟邋遢啦，快啲去冲凉。老豆今晚翻唔翻嚟食啊？唔翻啊！我覺得呢個男人是一個怎樣的人？不知道。他的樣子很幸福，我覺得呢個女人一定給到他一些他老婆給不到他的東西。我最近成日發埋同一個夢，我
梦见我上咗嚟呢个天台。跟你说一声对不住。然后过了对面大厦。入了那个单位。然后我杀了阿爸，再杀了个女人，那为什么你要跟我说对不住？不知道呢，我哋影张相。我爱上。拎走佢，想我做咩事用相嚟噶？影星星咯，星星呢度都冇星，啲云散开咪影到咯。我前排又写翻张老俾佢，点解啊？少咗见咯，以前我有几唔开心，佢都有办法氹翻我，但系今次唔得。点解啊？你就成日识得问点解，佢就净系识得讲对唔住。
你仲有冇发嗰个梦啊？嗰个我杀咗我阿爸嘅梦，嗰个同我讲对唔住嘅梦。你讲得啱啊！我从来未见过佢咁开心。边个佢啊？嗰个男人。入嚟饮杯茶。你爸爸本小说差不多写好了。你不要骗我，他在这里只写小说。你有没有兴趣看看？其实你爸爸写嘢写得好好。
我睇咗阿爸嘅小说稿，佢俾你睇啊？写得好差。佢出版社出嘅书冇一本好睇。系啊。做紧咩啊？影像。太阳都就嚟落山啦，仲有着咩？Thank you.